九份以悲情城市这部电影名闻海内外，是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国际观光胜地之一。孤悬在山丘上的九份山城，以能鸟瞰基隆港山海险峙、雾雨迷蒙的美景而闻名。九份老街为基山街，昔日称为暗街仔，为九份主要街道，商店林立，家道五花八门的小店很多，假日游客蜂拥而至。另外，九份街道由三横一竖等四条道路为主，三横指的是基山街、轻便路、汽车路，一竖就是贯通这三条的竖起路。在九份的巷弄中，可以多走楼梯，随处绕绕，逛逛各式各样的特色小店，发现九份山城之美。